各位驻州租售的读者，大家好，我是陆继明。今天很开心的可以来到我们竹北麻园的 Maxi 社区，亲自采访到我们的屋主 David。大家好，是 David， 请为我们介绍你的家。这边是一个 Maxi 社区，那前后都有火象的设计。那这边是一个清幽的环境，尤其是每年大概是12月的时候，这边都有花田喜事的活动。哦，那这个是一个四楼半的透天，那一楼是一个车库、孝亲房跟后院的设计。是，那平常你都是怎么利用后院呢？我都在那边种种花花草草。哦，种种花花草草，那真是非常的实用哦。是 ，David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二楼的空间？可以，我们这边所在地是一个5米面宽的大客厅，那旁边是双层气密窗，晚上关起来之后，那都非常安静。旁边是一个工作阳台。是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外面有规划工作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哦。因为家庭主妇可以就近的把厨余还有这个产生的垃圾以及打扫的用具可以就近的移居到室外，这个异味跟臭味就不会影响到室内空间哦。David， 请帮我们介绍主卧空间。好的，这是一个整层大主卧，旁边是一个独立的阳台，那前面有一个独立卫浴。哦，独立卫浴有什么样的特色呢？那独立卫浴除了有干湿分离的设计之外，它还有浴缸跟烤箱。什么？它有烤箱？是的。是，请问它烤箱是建设公司的标配吗？是的。是，那你平常都怎样使用这个烤箱？那就是工作放松之余，就是想要使用浴缸跟烤箱来做一个家庭的 SPA。是，各位读者听到了吗？我们 David 的家有标配烤箱哦，除了哈可以做做这个那个 SPA 之外，也可以做做体内环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各位读者，我们现在在 David 家的顶楼露台。David， 我们后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标配的太阳能电热水器。哎，太阳能电热水器到底好不好用呢？非常好用。自从我们搬过来之后，大概一年有9个月时间都不用开瓦斯烧热水。是，那每个月的瓦斯费用大概是多少？大概都是100多块钱。什么？这么便宜？是的，就是这么便宜。各位读者，没想到我们 David 的家不仅可以做 SPA， 还非常的节能减碳。今天谢谢我们 David 亲自为我们介绍他的家，我们驻州租售，下次见喽，拜拜，拜拜。